大家好，我是摄影界的谐星，台湾宅女男神就是我。在拍照的时候，照片的结果如果不理想，我们很难再跑回去重拍。但是如果学会了修图，就有机会修正照片里面不理想的地方。不管你是初阶或是进阶的摄影玩家，你一定会遇到修图的问题。修图不仅可以调整画面，也可以弥补摄影当下的不足，让照片呈现出你心中想要的样子。大家好，我是 Herman。从事专业摄影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，对数位影像的理论以及实务都十分的了解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我成立了摄影学院，目的就是希望提供台湾的摄影爱好者一个优质的学习环境。这段期间，我们设计了许多摄影课程，而我也写了许多跟摄影相关的文章。这次跟优塔合作的线上课程总长会超过10个小时，就算您完全没有基础也没有关系哦。我会从初阶的工具操作开始讲起，并且搭配不同的情境让同学来实作。我也会教您使用批次处理的方式，把相同的效果套用到其他的照片，节省您处理照片的时间。进阶的部分我会教套用滤镜、修改曝光、移除杂物以及修正变形，还有运用不同的照片进行创意叠图。最后是不同主题的综合运用，让您活用技巧，把照片修成您自己想要的样子。这堂课会从零开始教您学会修图。我是 Herman， 希望上完这堂课之后能够让您掌握修图技巧，画龙点睛。